你觉得资金、技术、人才还有市场，哪一个会是您在辅导过程觉得比较困难的？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在于商业模式，因为其实这个赛道，高雄赛道很大很广，而且有很多的国际的新创都即将进来，还有大公司，你的资金、技术、人才比不过人家，但是小而精的企业的话，最重要的是商业模式，你的商业模式必须要在市场上可以验证，可以活下来，这才是关键的地方。在高雄来讲，特别是高雄来讲，我觉得市场环境这一块是比较困难的点，是因为高雄在地其实传统以来就都是一个制造业为主的环境。那对于新创来讲，其实通常都是轻资本。那轻资本的新创环境，其实它要在这样的制造业里面，要能够找出一些新创的商机，其实不容易。在高雄，我们稍微看得到的一点点，有一点在做转变。对，那这一点我觉得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。8月23、24，一起来到高雄展览馆。亚湾新创大南方 ，Miss 大南方就在高雄展览馆。